我的名字叫张杰，然后我的英文名字叫 Jeff，然后我来自台大化工系。我们系其实就是一个致力于将实验室的研究结晶带到生活或者是工业之中的一个系。那我们的课程非常的多样，然后从普普化微积分一直到大四，变成一个18般武艺样样精通的化学工程师。像一个化工人毕业了以后，他的特色就是他在电子学院还有工学院之间唯一一个懂化学的工程的人才。虽然说我们是唯一一个懂化学工程系所，可是我们物理学的还是比化学更多。所以大家如果说觉得说，哎，我喜欢化学，然后我要念化工系，其实也不是不行。可是你要有一个心理准备，就是你会学到更多的物理。不要觉得说自己太弱了，我来到这个地方，大家都比我厉害。我觉得其实每个人的潜能都是有待栽培的。我觉得其实每一个人就是生来这个世界的差距不是那么的大的，所以你千万不要画地自限。